已经开始了是吗？好吧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笑笑，今天给大家拆快递啊，又要拆快递了。然后前两天我不是拆乳胶嘛，多了一把刀，这是把刀啊，这看着很机智，我操，这设计师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脑洞太大了。我真没见过这种刀，这看着这个扣简直可爱的不行，是那种小夹子，它能卡在那个缝里就动不了了啊，没试过，但是我不用啊，我就用这把刀。对，然后。对，不起，我的天哪，我把这蟑螂弄洒了，又得赶紧给蟑螂换家了。然后这是那个乳胶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开，你看果然吧，现在太阳还在，所以我就没有穿衣服，不对，没有穿短袖。这个是纸，那没必要看了啊，纸有什么可看的？我们来拆这个，这快递是我在天津一些私人用品，是吧？当然了，我不会让你们看到里面有啥东西，我也不知道里面有啥东西。好像有双鞋，我忘了，主要是因为这个小伙伴要给我发双鞋回来，我鞋子在天津没得，这边没得穿了，这边不能一年四季都穿着他妈的一双鞋吧，受不了啊，不可能，我现在有几双，淘宝买了那种超便宜鞋，买了好几双啊，据说超重，快递费要我40块钱，我信了啊，真的可能就是要40块钱，我操，他这个还两层，这怎么弄出来？哎，我操！哇天哪，这是些嫌弃大爸的东西，我操，别说这打个方式猎奇啊，有一些，哎呀我操，有很多呕吐弹，来，放这里头，一颗两颗三颗四颗，咱送给你们五颗啊，六颗七颗八颗啊，八颗弹，九颗弹啊，是先九颗弹，一个两个三颗十颗弹十一颗弹，哎呀，12颗蛋，13颗蛋，像鞋了，这双鞋子忘了什么时候买的，我猜过真的塞满了。他送了什么？我鞋没拿，我也冰冻了，是冰袋，以后发货用的。还有双鞋，我操，冰袋这么多张，我哎呦，它里面是这种指甲，不管了啊，不管了。我等会儿，你要神经病，手机不放里面干嘛？这手机淘汰了。里面有两只柯基屁股。因为这次东西在天津用不上，我还不让发回来做礼物呢，对吧？冰袋就是往里加水，它就会吸水，然后就给冻上啊。你那反正也不吃亏，是吧？洗杯水什么的，这里都是耳机啊。这啥？我这不知道哪来的。我操！这冰袋这么多，我把耳机先装好，好不好？你先装好耳机，因为你也知道我这天津很多破烂，大家。我是那种什么都能当宝贝的人，所以这个有些破烂我专门一块带回来了，就这耳机这么多啊。这耳机拿去用机还是可以用的，反正一个也就个位数的价格，是吧？我当时收了乱了，收了几百个吧。我收了多少个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。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3、24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不要以为是买那么多其实也不够，我故意的啊，因为当时有一阵你也知道，我经常去收破烂啊，才不是，这不是收破烂啊，还有一个冷淡的，反正都是一些破烂，闲着没事儿，哎呦，钱好多。最近其实前两天还有个快递，我自己给拆了，因为快递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快递啊，这有这个奶粉，是松鼠用的，这都是啥呀？还有一个冰袋啊，啊，这视频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呢？没有任何意义，这就是我的意义，对吧？我的视频真的没有，从来几乎没有什么是正经视频。他今天，哎呦我的操，给我弄乱。还有人说这是拉的屎吗？不是的啊，这是这个躲避，这个躲避你们也知道，它只拿胶粘的，天气热就化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到时候再粘上，好吧？像这个你看，变形金刚也还散了，你看这胶都掉了。我重给你加工一下，好不好？哎嘿嘿嘿。胆子特别的小，真的怂的一逼，这些东西不是脏啊，而是因为他之前蜕皮把那水都倒出来了，
我们把这盖子盖上，让它先爽一爽，爽几天。然后讲真的，眼镜蛇经常每次都会有人说，我也每次都要是不是以后都要解释一遍，这个没有去毒腺。这个怎么说呢，有人就说为什么不去毒腺啊，啊说啊、哎、你敢养肯定，你敢养它肯定是会去的毒腺，这跟这没什么关系啊。我喜欢的就是这个野性美，而且要是去了毒腺我再买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价钱我宁愿买一条无毒蛇，对吧？而且现在去毒腺费用也很高，对吧？而且毒蛇的魅力本来就在于它的毒啊，又不是被它，又我们又不去作死让它去咬你，对吧？为什么偏要纠结于它有没有毒呢？很多人就说哎它没有毒了，就说哎 UP 主买的肯定是去毒腺的。哎，我这个就很不开心了啊，我就是买不去毒腺的，也你也不能拿我怎样，是吧？然后就这每次都会为这个蜈蚣发愁，它这个它每次钻在最上面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木块后面，这个树皮后面一只都没有，它们总喜欢往顶上钻，但往顶上钻是我最不想看到的，这喂食都喂不了，你看到没有？都在最底上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这怎么办啊？然后我的直播一般都是一星期直播一次喂食，因为你也知道老有人说我这个视频是不是只有柴翔，那倒不是真的，我这得解释一下，因为我要直播喂蜘蛛，真的这几百只蜘蛛你们看起来有意思吗？我当然直播的时候喂了，我可以每次挑几只大的蜘蛛用来拍喂食视频，对吧？平时不拍视频都是直播用的，对吧？因为这有的动物你一只一只喂，你在拍视频的时候你观众看了都觉得累，你不能光为了自己爽一想，对吧？我要想水视频，我一只蜘蛛喂一次，喂一次喂十分钟，对吧？你这几百日周，我这一年都不用拍视频了，是吧？又得收拾屋子了。然后这些跟尖叫鸡属于同期产品啊，是吧？啊，是吧？是吧？我今天说了好多是吧？以前都是说对不对的，嗯。所以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嗯，拜拜。我又光明正大的水了一期视频，嗯，大家要再接再厉哦，不是我再接再厉啊。以后水视频要水的有点功夫，不能让你们看出来我是在水视频，对吧？这个手办我现在打算是跟我床底下那些一起弄，因为你床底那些视频一堆手办呢，没整理出来，你可以把这拆了不太好，嗯，是吧？因为我这没有环境又乱，是吧？那就再见啊，拜拜，有你们真好啊，再见。最后别忘了点